本来不想吃饭，但是还是过来买了一个。这些是6欧元，在这个小店。这个也是个大帐篷，还是不错的啊。我尝尝它这个做的怎么样？这服务挺好，但是价格呢，相对于德国人来说确实便宜，但是我觉得有点贵了，乘以7嘛，42。我吃完饭就往回走了，明天，再逛一下那个那一片，然后后天休息休息就去布拉格了。开始我的大餐。